做美白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预防，我都会建议你要把握黄金72小时，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晒到太阳哦，让这些隐藏的斑点不要有机会浮到台面上，选择适当的保养品来达到温和的淡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策略。所以我觉得就用这个集中修复胶囊，在夜间的时候密集的修复淡斑，然后呢每天晚上你只要轻轻的敷上去之后，隔天醒来你会发现斑点真的在淡化。如果你不适合用美白针或是光疗这样子的方式，其实适当的保养从肌肤的底层开始，让我们的皮肤底层逐渐的黑色素淡化，散发光彩。有时候我觉得 SK-II 进步得太快，对我们来说造成很大的压力耶。そこで我々は2つのアプローチで、2つの方法でアプローチすることにいたしました。那为了达到这个近距离美，我们提出了两个大对策。第一个对策，我们希望创造出美白钻白的肌肤，即使在20公分以内的近距离都不怕被看。第二个对策，我们希望能够打击那些隐藏的斑点以及顽固的斑点，因为我们是美白的第一品牌，所以有办法用两大对策来创造出钻白美肌，大家都很开心。拥有最好的皮肤就是最好的打光师了。哎，说得好，拥有最好的皮肤就是自己自备的打光师。对对对。